每天都是那么的开心，吃玩钻戒不停的念出来，我没法接受高消费的人不还我的钱。我不是不想履行他这笔，是我能力有些我履行不了。这是住持给你的搜查令，你来看一下，扣着一个，我们去鉴定一下。2019年3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李海龙接待了一位怒气冲冲的当事人，他叫高某，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申请人。他开着车，钻戒玉镯，活得这么潇洒，为什么就还说没钱呢？啊！面对法官，申请人高某的情绪十分激动，而他向法院反映的情况、提供的线索，却让执行法官李海龙吃了一惊。他的包，名牌包、衣服都是上档次的衣服，我没法接受这样能容忍高消费的人来不还我的钱。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被执行人曾某于2017年4月分两次向申请人高某借款，共计60万元整。2018年7月，高某将逾期拒不还钱的曾某告上了法庭，胜诉后申请了强制执行。拿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我就从我们这个查控系统看了一下，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已经有好几单案件是没有执行到位的。原来曾某早就是佛山市各家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了，只不过从李海龙法官调查到的情况来看，曾某的名下目前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很多案件都没能够执行到位。整个佛山市内的话应该有6单，就前面几单案子加起来可能是有20多万吧，从我们角度觉得没什么戏。那么对于名下查无财产的曾某，申请人高某为何一口咬定他具有偿还能力，并且还过着高消费的奢侈生活呢？我那天无意之间的朋友说，那个怎么搞的，晚上我没事就让慢慢来翻翻，慢慢来看，就一下就看到他了。让高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短视频平台上，他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而这个人正是那个借了他60万元不还，并且将他的微信和电话都拉黑的曾某。每天都是那么的开心，吃玩，头发搞得那么漂亮，每个斗笠是不同的衣服，钻戒不停地亮出来，玉镯。这几个月来，高某一直无法联系上曾某，却没想到竟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他。在这里，曾某化名为乐观女神曾诗雅，并发布了许多关于日常生活的视频。而让高某觉得愤怒的是，欠了自己一大笔钱的曾某在视频中看起来过得非常轻松和潇洒。其实我心里很不平衡，高消费的这种，还做了经理，天天那些会出去玩的，每天看着这个，我真的很气愤。既然活得这么潇洒，差我的钱也不还，所以说我申请执行。申请人。
前一天，他却主动来到了法院。曾某说他每个月可以还的也就是两三千块钱。还两千块钱，我还到我死的那天。当时他来的时候穿着非常朴素，然后面容也比较憔悴，心事重重的样子，给他抖音上情况光鲜亮丽啊，差距比较大。一边是视频中参加酒会打扮得光鲜亮丽的曾经理，一边是眼前愁眉苦脸失意潦倒的被执行人。到底哪一面才是曾某的真实模样呢？他究竟是不想还钱，还是没钱可还呢？他认为这个事儿呢和他的关系不大，他始终认为这个钱不应该由他还。一见到执行法官，被执行人曾某就大吐苦水，接连喊冤。他说当初自己只是帮第三人聂某向高某借钱，从中起到一个过桥的作用，但事实上那两笔60万元的借款真正的债务人都是聂某。这笔债不是我的，我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没有一毛钱的好处。据被执行人曾某所说，借款协议上的担保人聂某其实才是真正的借款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聂某用他的名字伪造了一本假的房产证提供给高某做借款抵押。事发后高某报警声称遭遇诈骗，经司法机关调查后，聂某因此获刑入狱，而曾某也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了近一个月。你不觉得他伤害我很深吗？我欠很多人债，可我从来没有拉黑过任何一个人，唯独他是因为他告了我诈骗，毁了我整个人生，我就没有再去理他，出来就把他拉黑了。因为心中怨恨高某，所以曾某便将他拉入了通信黑名单。但是这个行为使得高某更加愤怒。2018年，高某到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曾某，要求其履行债务，偿还借款。他可以去找他的，因为担保人是他，上面有担保人，他可以大可以找他的。他是不是他记得我的60万的账是打在他的账目上了？不找他，可以两个人一起告吧，最起码他还有两个保障啊。可是他不是，他偏偏告我。你可以去找他害你的人，但我只能找到你，是你是来害我的。然而，无论曾某说的是否属实，但是白纸黑字，借款协议上确实签着他的大名，而银行转账记录也能证明，高某将60万元汇入了曾某的账户。对于初见来说，我只认那个我借钱给你的这个借款协议，借款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债权凭证，我拿了这个债权凭证，我可以主张权利。借名给人家借钱的那个人其实要承担风险，你既然签了这个名上去，你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里面的风险你自己要承担。因此无论曾某心里觉得自己有多么冤枉和委屈，就算当年他是真的帮聂某借钱，那也是他的自愿行为，他必须为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就算是不是我在用，法律上法不容情，我是该去履行的。我不是不想履行他这笔，是我的能力有限，我履行不了。面对申请人高某和执行法官，曾某反复强调自己目前并没有偿还能力。那么视频里的情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娱乐平台，这些软件的东西，想作假什么都可以，想把自己藏起来什么都可以。曾某声称发的那些视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讲他那些戒指是100多块钱买的地摊货，那些包包呢全部是赝品，酒会呢也是为了招揽客户，认识更多的生意圈的朋友，AA 制召开的，并且是有些钱不是他出的，是案外的一个人支付的。然而对于曾某的说法，申请人高某完全不相信，他一口咬定曾某有钱只是并不想还给他。他还向法官提供了曾某女儿在私立学校上学的线索。那肯定是有钱呢，贵州学校几万一年的。因为他是跟他爸爸的，我跟他爸爸已经分开很多年了，
我女儿，其实我真的没有发过什么钱。她是有能力找钱的，是她的朋友直接对我说的。你现在就打我算了。我很绝望，因为刚逼我逼得太狠了，要我拿五万，又要我每个月还两万，我做不到。他又说要强行让我女儿不能上贵族学校。然后他的律师在旁边还要说申请执行我的什么刑事责任，我崩溃了。此时面对高某提出的还款要求，曾某显得愈发激动，他时而歇斯底里，时而痛哭流涕，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他说申请这边就是想逼死他，他接受不了。原本执行法官李海龙想通过此次见面让双方妥善协商，达成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执行和解方案，但没想到当聊到还钱的期限和数额时，曾某和高某再一次谈崩。当时申请人要求他必须当天一次性支付五万，每个月要还两万，然后还要提供担保人对他的债务进行担保，才愿意给他达成执行和解。曾某说他现在每个月只有3500元的收入，他每个月可以还的也就是2-3千块钱。2000块钱是不是打发乞丐呀？2000块钱肯定不可能的事情，跟几十万还2000块钱，我还到我死的那天，我肯定是都收不了这个几十万，还不了钱就将法律制裁他。2019年4月22号，执行法官李海龙对违反限制消费令的失信被执行人曾某，依法实施了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只要被执行人实施了限制消费令里面不允许的这些消费行为，不管这个消费行为是否由你来买单，我们一律认为你违反了限制消费令，我们会对你进行处罚。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些措施来督促他积极履行义务。这是住址给你的搜查令，你来看一下，扣着一个，我们去鉴定一下。因为曾某违反了限制消费令，所以执行法官对其强制拘留予以处罚，但拘留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对于此案，只有调查清楚曾某的真实财务状况，才能为下一步的执行办案提供依据。我们进一步核实他的房产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我们也想通过他一些朋友来，包括他的房东来了解一下租房子费用谁在支付，然后每个月租金有多少。通过进一步调查，依旧没有查到曾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此时李海龙决定对曾某的住处进行搜查。我们带着申请执行人一起去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对他在那个社交平台上晒的一些高档的这个用品，比如他的包包还有他的那个钻戒，进行了实地的查看。这是出示给你的搜查令，你来看一下。你在抖音上晒的那些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然而当那些在视频中出现过的钻戒、玉镯和名牌皮包真实的摆在高某面前时，他失望极了。这个200块。哪个200块啊？今天手上拿的那个。这个200。所以你现在能证明这个是你的购买？这个可以，你留下，我们不扣。这个280。280是吧？300都不到。戒指有收据吗？戒指没有收据，我可以带你去那家店里看。我们当时把所有的他在短视频所晒的那些物品都让他拿出来了，直观看我们就发现这东西真的是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很多都是假货。看一下这个，里面有写925，生锈的痕迹，然后他这个东西你看它里面很多生锈的，一看都是那种。所以你觉得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应该不是真的，我也就是不清楚啊，这个东西应该不像真的。不像真的哈，就我们有必要扣着一个，
我们去鉴定一下。不用了，不用了，不用那么办了。然后申请执行人我们也给他直接让他看了一眼，他也觉得是假货，根本没有查封扣押鉴定的意义。不用了，不用了，就是大家看过就行了。就因为你开始提出的证据是有钻戒啊、包包啊，对对，在抖音晒的这些，其实是就是看到的嘛，是不是？嗯，所以你对。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让他拿出来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刚才在网上查了，他自己购买记录200多块钱的一个东西，他自己觉得也很失望，他觉得这些如果是真品的话，可能法院扣押拍卖，他能得到一部分受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可能拍卖起来连拍卖费用都支付不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你知道他有一些私人的价值的？我都不知道。本案的被执行人曾某是一个被法院限制高消费的失信被执行人，在他身上背负着好几起尚未履行的债务，他却屡屡突破限高令，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试图用虚假的事物去营造看起来很美的假象。然而这一切行为做到头，受到惩罚的还是他自己。我们现在给他达成了一个执行和解，但是我们同时给他带了一个紧箍咒，他如果再不履行，那么这个紧箍咒就会越收越紧。2019年4月26号，根据曾某的实际财务情况，执行法官协调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案件的结束，履行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才刚刚开始。